含啦，啊，咱讲的，阮做生意人看到这样的时阵，我嘛会惊啊，啊，敢真正这严，啊，严到那光头白日个都安输，很紧张，很害怕，没有看过这种东西，而且这种东西在台湾是违法的。今天的监视器画面后，有男女游客分别骑乘租赁机车，在海洋馆旁，疑似在拉客吸毒。